张师傅茶饮，翻转台湾。哎，各位好朋友，我是阿 Ken， 我是阿豆。俗话说得好，一二三，到台湾，台湾到处都好玩，有美食，有风景，还有阿 Ken 大豆陪你野哦。这我不吹牛，想要玩遍台湾大街小巷，找我。哎，这我不吹羊。想要吃遍台湾山珍海味，找我。但是想要来到台湾玩，找他。现在买康师傅茶饮，参加玩转台湾活动，就有10000名。10000名？对，就有10000名游台湾的机会，超级好康的啦！赶快上网参加，不然我们就不等你喽。康师傅茶饮，玩转台湾，耶、同志们，我是台湾茶，我是凤梨酥，台湾茶，凤梨酥，上台立鞠躬。我虽然来到台湾玩，绝对不能够两手空空回故乡。没有错，所以一定要带点最棒的台湾特产给故乡的亲朋好友们，那就是台湾包种茶，台湾凤梨酥。微山凤梨茶，台湾凤梨酥从1000，1万，台湾凤梨酥从1万，我的比较好，我的比较好，够了。一定会把台湾第一茶带回来，我台湾凤梨酥绝对不会输你的。走。这个朋友们、同志们，往里瞧啊，往里看，台湾好茶哪里找啊？哪里找？台湾好茶处处有，有乌龙，有金萱，东方美人铁观音，要问哪样可拔尖？兄弟推荐你。包种茶，文山包种茶主要生产在台北市文山地区，与洞顶乌龙茶齐名，在台湾有北文山、南洞顶的称号哦。一口喝下就能感受到香浓醇韵美5种层次的茶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看见了没？最佳伴手礼，台面那么的大，排队的人那么的多。凤梨就是菠萝，台语叫翁来，所以很多游客来台湾一定要带几盒凤梨酥回去望一下。台湾凤梨酥口味变化多端，除传统凤梨酥之外，还融入西方食材的蔓越莓，创造出新的口感，成为来台湾必买的经典特产。茶中自有黄金，茶中自有黄金，则文山包种茶，茶香清新优雅，茶汤蜜绿金黄，滋味。堪称华人，果然是台湾第一好茶，名不虚传，我一定啊！先生，你都试喝了八壶茶了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好，没关系，通通包起来。凤梨，凤梨，我爱你。看到了没有？这个凤梨酥，哦，太好吃了！香酥的外皮，飘着奶油香，内馅扎实，口感甜而不腻。还有这个是蔓越莓口味的哦，好好吃哦！不愧是最佳特产。什么？哪边这边大肆采购，输人不输阵。老板，看到的帮我全到了。你
好喝、哦，这茶好香好浓哦。嘿、hey, ，看官们不啰嗦，现在赶快上网登录康师傅茶饮玩转台湾活动，有10000个名额可以来台湾玩哦。特产啊，想买多少就买多少，够劲呗。话说这两个没有骨气的家伙太没劲了，不过、哦、他们买到的都算是台湾的最佳特产，相信 Ken Ken 和豆豆从此一定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。康师傅茶饮玩转台湾。